开始。Hello， 各位模型大家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皮特人最喜欢模型的阿燕。我们今天再次来到力游 PB 宇宙啦。这是几月号？2024几月号？六月号。六月号哈？对啊，这是六月号。我刚刚一直在想说，是不是五月号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们少一集啊。所以五月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先稍微讲一下好了。五月就没有，对，五月没有 PB。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，竟然少了一次，但是我们本来就是如果没有就也不用勉强了，还行吧？对啊，不用勉强。所以六月号是什么呢？六月号，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？是这你不是买过了吗？没有，这另外一只，另外一只，对啊，好啊，把先拿出来好了，这样不好看，不好看是什么意思？拍不清楚啊。另外一只，对啊，另外一只，这个是，它不是长一样？哪有不一样，好不好？这是另外一只 engage， 不一样的东西。它有装备是不是？有啊，这只有装备啊。这个是有那个像超级钢弹的装备，有这个。好，来吧，来吧。到底是什么？就是钢弹 engage 啊。可是这个游戏我是没有玩，我玩了一下下而已，真的就一下下，完全没有玩。但是那天看到独角兽的新设定，叫好烧哦，是哪个烧还是烧？很烧啊，哦，是有卷舌的烧烧。他显然可以用他的那一门，那个叫什么什么光速炮 ，High Mega Launcher， 来烧烂敌人，超爽！我觉得那武器真的是帅毙了。已经完全，独角兽已经完全往骑士钢弹的路线前进了。那之后会装备什么盾牌之类的？他已经有盾牌啦，傻傻的，那个现在是多一个长枪，好不好？有一个 lens， 帅到不行。好哦，不过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 engage 钢弹有什么特别？哦，就没有啊，他现在 engage 钢弹其实只有两只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是第二只，这是另外一只 engage 啊，因为你看它的编号，这只是。我记得这只是，你看它是 GPZ01 另外那一台我记得好像是00、所以是两台是不一样的 Z01 跟00不一样。然后有说设定是说那一台看起来会比较，你就是看胸部的地方，那一台好像说胸部是比较圆润的，这台是比较方，比较几何型的、对，所以是两台也是不一样的地方、而且这台上次那台是有附一个那个 booster 是推进器的啊，可是这次不是，这次是一个，就是一个超级钢弹背包，對，超级钢弹武装，基本上很像，对啊，就是钢弹梗，对啊，而且是看起来就是、的确是 GP 系的机体的，那来翻一下说明书，你没有玩的游戏你不知道，我去爬了那个官网，那个 engage 钢弹超多超多形态的、真的假的？多到很夸张、所以这真的不一样哦，就真不一样啊，有人说看胸部的脸就知道那个脸是长的，确实仔细看是不太一样，而且这个头也蛮 UC 的感觉。啊，这个旁边这个看起来很像水星的魔女呢，这个手是啊，有一点那个感觉，有一点异灵钢弹的感觉，好微妙。这些元素可以这样子黏来黏去，差不多算是同期吧。你看这个腿，这个就是 GP 系列的腿的膝盖，是啊。好啊，那 GP系的盾牌已经都有点魔改的感觉。没有啦，我觉得一开始感觉还是没有那么讨喜，这就是属于要花点时间适应嘛。对，你要花点时间适应的机型。好啊，那真的不一样啊。那我们上次那台有你有拍吧？应该是有吧。那你是有 PB 宇宙有出现过，大家自己去找啊。有啊，我们就不放在连结了，人家都会帮忙放连结，没有，大家自己找。就到最后，我们都把模型影片放在那里了。就到最后根本，到最后其实根本没有拍，没拍过。有啦，有拍过啦 engage 我有印象。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，马上下一盒。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。你要谢谢那个，谢谢什么？谢谢鱿鱼羹，没有业配啊。我还好久没吃那一家。谢谢鱿鱼羹。是去吃卤肉饭，有道理耶，其实我最近很少吃卤肉饭，好，怎么办？太废，那你表示你的生活还过得去，是吗？对，可是卤肉饭离我这边都好远哦，因为你们这边就没有，我们这边怎么都卤肉饭沙漠，我们这边只有早餐店而已，卤肉饭沙漠，连卤肉饭都没有，这是太奇怪。总之谢谢小洛啦，又有，哇塞，太酷了，哇塞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。魔灵，
量产型模拟，这叫做早期先行量产型啊。钢弹卢帕里斯量产型，量产试作型，对，好酷啊，帅耶，太棒了吧这个？对啊，有三盒哦，后面一堆盘子飞出去，太棒了吧？没错啦。哎、欸，这台为什么比原本的帅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因为通常试作机都要做好一点呢。试作机要做好一点，就是展示给别人看。你说以钢弹的角度，你要给那个要投钱的人看啊，然后投钱的人就派那个军队来把你灭。你做的太好了，直接来把他抢走。那你先不是你做的太好了，你先把我亏欠的投进去补的200万先付起。欸欸欸靠杯。整晚捧去的一个，对对对，你不那个我就怎么样这样？哇，你看这个，这那个炮弹不是炮弹，那个方内炉，那个背后那个炮，圆圆的一颗一颗的，那个不是感应炮、啊，那当然那是地雷。可是它的那个飞出去的方式是控制的、啊啊但问题是它不会发射的东西，它就是粘、哦，它就会爆炸，飞过去粘住爆炸，对啊。哇哦，这么多！你看，还有起爆的那个灯呢、嗯，会发亮。天哪、啊，超多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软件是什么，就是卢帕里斯。哎、欸，可是它应该是有缩减的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你看卢帕里斯的光剑也在这哎。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可以组成一支？我现在比较好奇，这个到底能不能组成那个原本的卢帕里斯？如果可以，就很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旁边是有一支啦。对啊，但是问题是你要看这只能不能还原成那个，好像不行。这个弗雷尼，这个应该就是兼用的骨架，这应该是一样的，嗯、只是颜色也不一样，这是深色的。嗯、哦，这个颜色很量产型，还不错哎、欸。这个叫什么海军？而且这个又是有那种，就是有点消光、嗯、半消啦。不是啊，可是射出框架基本上很多都是半消的感觉。那是后来。后来才有这样子，油上的不够多，就也不是油啦，离型剂上的不够多，就是它那个表面的处理有不一样。嗯，这个其实宿主的质感会蛮好的。那所以这是什么海军灰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色号色名叫什么，但是这个颜色都蛮独特的。欸、你看这个有卢帕里斯的天线呢，所以应该可以装成卢帕里斯吧，至少。可能可以吧，欸、真的，这个天线是多出来的。这个不是那个量产型的天线，啊，这个就是新的吧？对啊，还有一把大枪哎，就只有一把步枪而已，还不错啦。可是他没有近战武器啊，这台。他用这个砍人啊？啊，哪个？这个像这个像刀一样的步枪，直接用敲人家。最好是啊。好啦，那你翻一下说明书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来看一下说明书。哦，彩图。哇，他没有那个耳朵，果然是。有耳朵的会怎样？有耳朵比较帅啊，精灵耳。闪电那只也是有耳朵的。闪电是哪一只？就外传的啊。哦，大家可能后来都觉得，如果不要 V 字天线，那就要耳朵吧，是不是？可是，哎、欸，耳朵的话，其实从那个你是说 V 钢弹吗？耳朵的话，其实V 钢弹就有了哈。对啊，那 W 跟 V 钢弹哪个先 ？W 跟 V 鋼彈 W 先吧。W 就有耳朵 ，VGWX， 你是虎、哦、虎大家没有看过平成钢弹是不是 ？V 先好不好？让你吐槽用的，V 先好不好？我就知道你会吐槽的。好啦，那看一下，对啊，看一下背面，背面好，背面有什么？哇，好，可是我看这背面就这个的确会蛮让人想组一下的，虽然本体是差不多啦。本体应该就差不多吧，就一样了吧。本体差不多，我觉得本体应该是一样的。后面这个装备不一样啊。对啊。嗯。那这一颗一颗的有十颗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很難得好多、哦。以前的万代都是给你两颗，两颗可以拔的，其他全部都是，其他全部都是在框架上。这个就觉得不需要这样啊，就全部都可以拔好了。好好哦。这一盒多少钱呢、啊？突然觉得好好。对啊，你看这是、欸、之前还有人想要 3D 列印啊，做 GK 什么的。嗯，不用啊，万代直接出。现在直接出，所以大家的预想应该现在都是这样吧？看这台好帅啊！你看都是会出这些溜溜球，全部都一颗一颗都可以拔下来，哎，好帅！他有副台座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，台座自己买好。台座就进来，不过这样也好，这样不要太贵啊。台座自己买，对，不是啊 ，PP 也不需要 ，PP 已经够。像我的话，我会就这样摆的，真的哦，就会这样摆的。
比较帅。可是这样把溜溜球摆出来也很帅啊。那你就自己去买台桌。帅啊，好哦。好哦，所以这次的话就这样两盒。对，借由最后的结尾，我想要抱怨一下。好，你抱怨。我这个月全军覆没、欸，全军覆没。我 PB 就只有抢到一张小贴纸而已、欸。怎么会这样？太惨了。好哀伤哦。好哀伤哦。我的夜袭型吉姆跟那个双头龙钢弹怎么办？那这样下个月？下个月怎么样？有东西吗？下个月不晓得，要看一下，应该有吧。好、啊，因为这个月抢的是八月、跟九月、跟十月的，所以八九月、十月可能就断。然后这个月有个变化是说不能用超商付款了吗？对，但是好像没什么特别影响，你还是抢不到啊。没有，可是我可以放进购物车了、欸。它不是那种一点开就是没有的，有我可以放进购物车。微妙的差，我可以放进购物车。那我死在什么点？我死在那个刷卡。对，我死在要结账进那个购物画面，我就只卡在那边。这个应该已经跟大部分人的状况一样，但是之前的状况是完全没办法进到结账。不过我实在是不懂，为什么要下午四点抢这个？他不能弄个晚上十二点之类的吗？晚上十二点应该就更可怕吧？那早上六点啊？早上六点，大家早起吃早餐啊。对对，但是我觉得早上六点也会有一堆人靠北，说哎妈起不来啊，什么鬼这样。因为最近都在那边赶工，有时候下午四点我才在那个半睡半醒间。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一回见喽。下一回见喽，拜拜拜。